这个呢是前几天他们弄特惠的时候，年度特惠的时候，我们买下来的东西，你猜看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立马开箱给大家看。箱，这个要怎么开呢？好问题。应该是直接这样开。我真的好笨，怎么没想到呢？买雨伞，小小一只，非常轻巧的雨伞。但是打开这么大，这是可以关的，雨天好用。